操盘战将。大家收看操盘战将，大盘下跌了61点。老师，今天盘面上还是不要看这个画面啊，你要给我标股票看涨的啦。这个涨的不服现实，对不对？要看跌的。哎，今天很多股票跌下来啊，很多都是知名的、有人气的，哦，大家耳熟能详的，你比较清楚了解的。哦，今天跌很多都跌这些耶，为什么？为什么在跌这些股票嘞？老师，难道大盘要走空了吗？老板，大盘没有行情了吗？我跟你讲，这叫做阵痛期啊。阵痛期，大盘的阵痛期。其实你看一下台北股市哦，你这段期间哦，各位，你看一下这段期间，你不觉得跟美国股市道琼，这道琼有没有在这边上上下下 ？NASDAQ 在这边上上下下，费城半导体在这边上上下下 ，S&P 500在这边上上下下，台北股市在这边。上上下下几乎很像哦，是不是很像？啊，我有没有看坏？其实我去跟你讨论今天的 K 线，我觉得意义不大。就好像在这个箱型区间里面，你去每天讨论每一根 K 线，我觉得啦，重心还是放在股票。可是呢，台北股市今天应该说这阵子。结构有点转变，为什么？其实我今天哦，交流了一下，比如说你看到这支股票建策，或是旗宏，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之前的比如说广达或技嘉，有没有一种趋势出来了？你有没有觉得一种趋势出来了？但这不是我要关心的，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上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早就司空见惯了，这很正常啊，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股票涨多了涨高了本来就会回嘛，它本来就会回啊，啊涨的 K 啊贼涨那么多了不会回吗？会啊，啊有必要在那里像空方？ 我知道空方今天应该说这两天他们的声音很大声，好像捡到枪一样，你知道？开始拿着机关枪在那里乱射一通。哦，台北股市今天跌下来了，然后很多股票也跟着下跌，然后他就拿这个股票为例子，然后开始去做延伸，然后呢去做一个扩散，然后呢把这支股票套用到其他的族群、其他的股票里面上。你不相信你可以去看，一定他们的路数我非常清楚。但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我一点都不在意，我一点都不关心。这只是一种大盘的一种什么？一种阵痛，一种整理，一种箱型区间的一种走势而已。你看投信，哥，你有没有觉得啊？大盘在这边横盘做整理，为什么投信买那么多？有人说啊，那是 ETF 的关系。哎，有，但有部分也是买股票嘛，又不是所有的资金都跑去买 ETF。有不少资金也跑去买股票啊，我在那里面，其实我这两天在那里面也听到一些网友们，应该说在那里面的朋友们，其实不错啦，因为你们有给我回应啊，蛮好的啦，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嘛，让我第一手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当然我也可以透过营业员他会把他们手上的客户最近的一些心态
套牢什么股票跟我说，那我也大概知道了一下。那各位的想法我大概也稍微清楚。各位，我跟你讲，我在这里讲行情哦，像今天9月19号我把我的看法写下来，我在大盘跌61点的时候，昨天跌222嘛，今天跌61，这两天跌快300点了。我知道我拿这张出来去跟各位讲我怎么看美国股市，我怎么看台北股市，我觉得吃力不讨好，我知道吃力不讨好，所以我想说未来几天我再好好的去聊，再更加仔细的去深究去探讨一下，我大概的稍微讲一下就好了，今天我稍微聊一下就可以了，带过一下就可以了。各位啊，道琼我上看40000，我这前阵子我一直跟各位讲美国股市，我为什么看美国股市看得那么好，对，即便它升息，可是它升息已经要到了什么，要到了结束的时候，要落幕了，而且未来准备进入的降息循环，我跟你讲，一旦美国股市进入了降息循环，那对美国股市而言就是一个推升大涨的一个助力，这叫如虎添翼啊，如鱼得水，它会有一个助涨的效果，而且现在的美国的经济仍然在稳健成长，我看到一些各项的数字，我觉得美国股市真的会涨得很，真的会涨得很高，而且也会很久。我知道我现在讲这个很多人听不下去，就好像我跟你讲台北股市未来我觉得19000有机会看得到。各位啊，我跟你讲啦，我写这个就是要留证据啦，我知道我今天讲这些有些人老是跌61点很多股票大跌、欸、啊，你讲这个好像不太相配，对不对？没关系，我写下来，这是我的预告啊，我把它当作我的证据。今年应该说从今年底到明年初，我们来看一看，看我这一张会不会又是我的一个经典，会不会是我的一张代表作，我所讲的会不会实现，我们慢慢看下去。各位啊，你知道吗，我说啊，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上涨几率高达90%以上，现在9月19号，今天10月份开始到明年的第一季，就我所知道了，我有时候在跟他们在聊哦，市场上啊，总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族群，一些投资人，他们很喜欢做一个中长线的操作，他们每次挑的那个时机点、啊、都在这个时机，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为什么？因为你来看，这是108年哦。10月份的时候，第四季开始，10月份开始，这是108年的时候。然后我上面标的日期10月份开始，哦，108年，你这样看呢、啊，涨多少？涨多少？然后这是109年的时候，刚刚是108年嘛，第四季开始，10月份，这是109年，10月份开始。各位，哦，这个涨更多，你这样看，涨更多，从12000涨到16000，这一波啊，从第四季涨到隔年第一季涨了多少？涨了4000点，4000点，这是109年的，来110年的，110年的10月份，哦，10月份开始，各位，对，9月份有点辛苦，哦，九月份，这也是9月份哦，这边也是9月份。9月份可能指数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可是呢，等到10月份开始，雨过天晴。等到10月份开始，你看这10月嘛，9月份行情也是不怎么样嘛。后来嘞，后来呢？来，我们再看去年110年10月份开始，各位，10月份在这边，它先跌，后面呢？从12000多涨到了17000，涨到了隔年的什么？隔年的第二季啊，从这边10月份、11月、12月拉回，再往上涨，
涨到三月四月的时候，各位，从第四季涨到隔年第一季，所以听清楚，任何的拉回，从现在到十月份有任何的拉回，注意去布局股票，去买股票，尤其是那种中长线的股票，你就给它抱着锁在保险箱都没关系。你一定要买对股票，买有筹码力量，你就给它抱一个大波段。我没有说叫你全部资金去压大波段的股票，你可以买个五成、买个六成、买个七成资金都可以。各位，这一次你不要错过了，我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尤其台币，台币啊，台币现在在三十二了，哎，今天三十二嘞，各位啊，三十二哎，台币贬值对出口有利，对不对？对不对？台币贬值是不是对出口有利？各位，去年啊，去年那一段台北股市下跌，台币升值，现在台币在贬值啊，当时在升值对出口就不利了。会对的会有损失，可是现在呢？会对会怎样？会对会有收益啊！之前一卖一卖一美元，我大概只能换到29块、28块，现在换卖到一美元，我可以换到32块台币啊！是不是对出口有利？对出口有利嘛，对不对？好，这个情节配合我们的景气，我之前跟各位讲嘛，我们的景气在谷底翻扬了嘛。我有跟你讲过嘛，对不对？我们的谷底要翻扬了，现在台币在32块钱，配合我们的景气在谷底翻扬，各位啊，如虎添翼啊，这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台北股市非常的有利啊。而且景气退车讯号，10年前蓝灯在16分以下的时候，台北股市红色这条线涨了多少啊？现在又来了，历史会重演的，我跟你讲，会重演的，景气在谷底，对策讯号也在16分以下，也在谷底。各位，台币又在32块，然后各项的领先指标，我看到的领先指标，各位，比如说大陆的领先指标、美国、欧洲的领先指标都在回升，经济的指标在回升。台币在32块，景气又从谷底翻扬，你认为股市会不会涨？难道股市会在这边崩盘吗？不可能。我没有看过景气在谷底然后股市崩盘的，我没有看到景气对策讯号的分数这么低然后股市崩盘的，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嘛，没有嘛，这边也是，这也是啊，有没有崩盘？没有啊。那既然如此，再看到111年，去年的10月份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110年第四季10月份开始到隔年第一季，109年10月份到隔年第一季，108年10月份到隔年第一季都是上涨，所以我跟你讲，高达90%以上，要不要买股票？要不要？来。看一下画面对客，我整理一下我的资料。你可以拍照没关系啊，我跟你讲啊，重点是什么？后面还有一个补库存行情，补库存行情，各位啊，尤其是我们台湾，应该说世界上新科技的应用，新科技的应用，尤其是 AI， 我知道现在有人对 AI 在吐口水，没办法，因为那些 AI 股票在跌嘛，没有关系。问题是新的 AI 股，旧的 AI 股可能要退位了，但新的 AI 股准备要崛起啦，新的 AI 股准备要崛起啦，旧的 AI 股因为涨太高了，各位，新的 AI 股他们还在低啊，低位接的位置啊，我们可以从这边去下手嘛。有道理，言之有理，有共识哦，对，高档的 AI 涨太多了嘛，KIA 贼啊，那我们找低档的 AI 行不行？可不可以？
可以啊，有何不可？所以啦，多头可用之兵很多啦 ，AI， 黄仁勋看 AI， 苏之峰看 AI， 马斯克看 AI， 台积电看 AI。现在华为的手机出来了，所以手机产业 iPhone 15相关的零组件，各位啊，还有电动车，所以我们多头可用之兵很多，看怎么选。我跟你讲，选我的股票，选我的标的，比如说这一支股票，几乎都在盘下最后一盘，不要问，嘘，不要讲太多，好不好？好不好？不要问太多啦，真的啦。上一次九月十二号不就这样吗？对，九月十二号不是这样吗？哎，我没有说十三号一定会这，不，更正更正，我没有说明天这支股票一定会涨停板。哎，我可没这么讲，你不要误会哦，你不要误会哦。我只是说，我只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哦，你要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好不好？筹码力量的，有筹码力量在里面的股票，有筹码力量在里面的股票，有筹码力量在里面的股票，真的会让你赚到钱，会让你赚到涨停板。你要买有筹码力量的这一支股票，飙股小天王，飙股小天王。哎呀，我看到这阵子已经开始有人在聊拳打了，充电的新革命。各位，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未来电动车会不会越来越多？会不会？会嘛？会嘛？对不对？好。那充电桩呢？会不会以后也会，应该也会越来越多吧，对不对？可是就便利性，就方便性，你要注意啊！移动式的，移动式的充电桩，我认为未来会取代固定式的充电桩，它会越为主流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它比较机动嘛，比较灵活啊。你随时可以要摆在哪里都可以啊，而且一次，对，这个充电完了马上移到下一个啊，你固定式的你停了，如果车主不回来取车，他车子停那边，下一辆就没办法去充电啊。可是这个不一样啊。好啊，你的停车格停满了，你停好了电动车，我去给你充电，充完电没关系，你继续停那边，我再去找下一个，我再去服务下一个。是不是很激动？是不是很方便？我记得我去那个哪一个啊？百货公司，哎，好像是汐止的还是哪里的？原百吧，原百的公司，百货公司，我就在地下室开车停，哎，我就看到了，哦，那个电动车在那里充电，好几格，然后全部都停满，然后我看到有好几台电动车都在停在旁边，想要等车主回来，因为他们也想要充电啊，结果没多，只能。干等，他们只能把车停在那个外面，在那边等那个电动车车主回来，车开走，他们才能回去充电。所以啊，我跟你讲，移动式的充电桩未来会取代固定式的充电桩，它会变成主流啦，懂我意思吗？要不然你家地下室？你家地下自停车场方便设置那个固定式充电桩吗？光拉线哦，那些机电电机的，然后找一些配备，还要挖什么工程之类的，多麻烦啊，有这个多方便。各位啊，我跟你讲，真的很好拉啦，真的，股本小就是好拉台。股本小就是好拉抬啦，这一支股票标定了，不要等我公开涨停才去追，你今天要来拿，
各位挺一下清军，这一支股票打电话进来拿。当然说老师可不可以加，我要加，我要在那里面输入加一，加一来换换你的股票，可不可以？可以啊，也可以啦，但是电话比较快啦，电话比较快，好不好？打电话进来，这支股票送给大家，各位飙股小天王，我跟你讲，这我不是说它变成主流啦，它是一个趋势，它是现在变成一种现象。为什么？因为股本小，好拉抬，而且又在低位接。不相信你自己去看，你把他们的 K 线自己打出来看，很多都在低位接，很多都在低位接，因为里面散户不多。如果是高位高档的散户好多，不好拉抬。可是，在低位接的呢，乏人问津，散户在里面不多，认同度不高。那这种股票呢，配合股本小，真的很好啦，就跟全达一样，好不好啦？好好啦哦，随便一拉50%。我跟你讲，后面还有，我又帮各位选好了，我又帮各位挑好了这一支飙股小天王。为什么叫天王？各位，以后你就知道了。会不会赢他？会不会超过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今天打电话进来，飙股小天王这支股票我送给你，好好把握。进广告。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1-3366，8511-3366。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操盘战将，涨停飙不停二，这一支股票涨停板，来，9月14号9:50，我53分一下来，15号。昨天礼拜一18号跌了222点，小跌啦。可是来拿我这支股票的人还不太满意啊，老师没有大涨啊，不要急，老师要不要卖掉啊？啊，你怎么不在15号开？不要急嘛，急什么？你在急什么？
啊。这是8068的拳打了，这3276的羽环啊，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说他是二了哈？知道了哈？知道了哈？好，这是羽环啊，这拳打了，好了，不多说了。来，这支股票，标股小天王，标股小天王这一支，各位，我刚刚公开涨停，我跟你讲，你不要等我公开涨停才去追啦，你今天就来拿，我要让你体验享受那种涨停板是什么样的感觉，真的不要等我公开，今天来拿，扫描加 LINE 加一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嘛 ，OK， 标股小天王。各位，来电扫描这一支股票，标股小天王，送给你，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